本港的管线处的门老夫，这两块，就是县政府，县政府放在这边哦。较早你看内面一块金碑，我大见，你看这个门老，这门老夫这起过来。本来贵也立啊，阿强上，阿强迄大水淹，有也无去啊。就是我。阿伟以前高雄提做迄个外头。切，啊后来才发现，哎，我都来。也是因为说吼，不晓这种价值存，存了，哎，存两粒啊，不存两粒。因为已经变啊，哎呀，都是用红包倒去的嘛。哎，看到啊，我以前我都有种来。这个历史文化那种服务的保存哦，当初也没有说很完整，然后保存下来，所以说我们留下哈，留下几个点呢，跟一个能够就这个哈做一个保存的价值，让这个县城署有个存在的历史的依据。以前那个林怀民他们。在做道路整修的时候，跟那个什么，那个就是那个住宅哈，在翻修的时候才挖到说我们镇港这一块哈，它那边刚好多遗址。请问一下，他们那个社区能够多绕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开跑，我们就同时进入。那我们就是那个适合写越南语，啊，他那边写一个客家的成语。找那个方向去啊，那个水车也是一样，我就是从这个简介里面哈，我用他的简介调出他的资料，我们自己做，哎，我都自己做，一起处理这样子。啊，对，那个水车我自己做2000，这个做比较久了。我是嘛是袂讲做较水的，就那个到时只要去来指导。现在光复吼，即摆是30天的迄个牛肉炉吼，40天的牛肉炉。你迄个农家的，我注意来哦，你能点，弄个菜要紧的。我改迄个做火灾工的，变个水的，弄会使好无？啊。我在公园用个水啊，要做景观的拢会使。哦，遐要做生态就对了。对，因为遐拢较差地方，用家己抽的。你教训我，家己抽。哈哈哈哈哈。有啊，我这嘛是家己在起交流嘛。啊，够。对啊，该欢迎了。哦。啊，干啥？哈哈哈哈哈。啊，这教训环境哦，附近的环境你创啊，拢会使啦，好无？你不要来做头条的。对啊，因为我们顶下。啊，即摆有啥物路底狗啊，伊话路爱在跑的无？路的。路的这些嘛，因为阮路边吼，路边路的，你喺老公，这边要利用吼，一定要变宽手的，当做提供公用的，公共空间无。系工作系学大家共享使用，对啊，有公共空间嘛。对啊，啊对啊，啊这地主后尾当换落水啊，就大家泡地里啊，所以话无法度。啊，你像这啊，诶，那边这个那旁边，哦，迄种嘛当经理喎，社区你就话传，都感觉蛮好。哦，边啊做为主吼。你管那拢前面拢归这边来做的啊？我拢这边来，拢这边来做的。对啊，哎，那边离你北路啊，靠路啊，不是那边北路啊。你差不多拢离。